咱们这钱给妞妞存点存款，给买个小打了，给小洗个洗屋，这不都是你的需要了钱呢？别操俺这心。咱这老结婚谁都在这个谁提那把了的，谁不提那把了？那是你也没有了，我都有了。回我妈妈家了，然后呢，现在来看看我爸妈对给他们买别墅是怎么看法，希望他们能同意。妈妈来了，采访采访妈妈。妈妈，你又想给俺爸咱俩买一套别墅嘞？想听听你的想法。听听我的想法，我是不想叫你买。再说咱有都住，你买多花这个钱的话。那我不是想让恁住的更舒服点了吗？哎，住的舒服点，你主要是没有啥需要，这买这房子，咱说没啥需要啊。这恁弟这边住下了，恁弟买那房吧，跟他闲着。你给国外，你成一年你不回来，你不回来，你买那房你搁那儿占着你的钱，你行来回走来回做生意吗？那我要买房，我肯定得留一部分钱做生意，然后呢一部分钱给恁买房。那个，那一走，这房扔这儿了。你家俺去住吧，俺也不想嘛。你上那小区里头，俺也住，跟那把毛都去。这给家伙老街坊都认得，有头玩儿。你拿出这钱给妞妞存点存款，给买个小打了，给小洗个洗屋，这不都是你的需要了钱呢？别操俺的心。那个该做那个生意，做那个生意，那个。跟着爸俺俩，这又吃又喝又花了又穿的，过得真得，还操啥心呢？那我想让恁过得更好点。就这都中国吧，就俺过得都可幸福，恁姊妹四个一个比一个孝顺，咋不幸福呢？家俺吃了也好，穿的也好，花了也好，俺弄啥俺不操呢，不操心。那姊妹四个跟着爸俺俩照顾的些好，我还操啥心呢？那房吧，有都不用买。那办个更环境更好点的嘛，不是？俺回来也能跟恁一块儿住了，也方便。跟恁自己的事业搞成妥了呗，跟恁事业完成，俺比啥都高兴。爸爸，想问问恁买房的事儿，我俺妈那里啊，想给恁买个别墅。买就买呗。你看恁爸倒先开通了。对呀。买呗。买。要的钱有要的工，你买这房搁那看着吧。那你咋的？那想买的，你不叫他买。叫那个恁爸俩，这不管恁姊妹四个吧，跟恁养活大，恁姊妹四个也都可孝顺。那主要恁教育了好。俺都可得还，没有操俺的心那种。爸爸。妈妈，有什么能干出啊？跟恁那。那做生意，手机宽着喽，再说家里头的事儿。宽着，我跟想给他买房，我都宽着。我比如给他买个房，200多万嘛，我手里肯定得有400-500万，我才能给他买个200多万的房，我破一半。俺这儿也有吃的有喝的。哎，真的姊妹四个跟他把俺俩照顾来带到来，吃来喝来，穿来得，花来得，还想啥？就这俺都心满意足了都。那我不是想让恁帮个。买咱买个大点的，装修好点儿，然后呢，再弄个小花园儿，然后呢，啥都更舒服点儿呢。我天天，你想想我这药都不嫌走，都走10来年了，这4年才回来一次。我不是想让恁过得更舒服点儿，就这都过得可舒服吧，过得可称心。就那姊妹四个正当起，一个比一个有材料都妥了。你叫人说，能过得好都妥了，爸。你都不会说，你说买，你不会说啊，买吧娘，爸爸同意。买吧，想买就买吧。嗯。哎呀，我以前是不想交票买，咱住有住嘞，那边忙有有房，咱大妞吧成天不回来，买的房搁哪儿啊？搁那看着他，你爸叫给啥都要。那我小的时候不都是俺爸，我要啥俺爸不都给我啥呀？都差天上的星星没给我了。给啥要啥？那你养活牛有咋了了？那不成吗？哎呀，你看看是不是？有想尽这份孝心呢，不是？想孝顺咱家吗？想孝顺咱家，不是想交票多，咱这资金
多周转转，多速得宽绰点啊。那你宽绰点，它还是有，好像是，它没有了，你叫它，你想玩叫它买，它也没有那材料。好了，我心多，恁姊妹四个一个比一个正当劲，跟他爸俺俩正点了，俺可高兴，别啥都高兴，别恁天天恁哥那的。买好吃好喝的都高兴。嗯，别吃山珍海味。真正的。别吃山珍海味都高兴。你要跟他这么说不正当起来，跟他爸给我难为死俺。要不然都正当起，搁俺买吃来穿的花来都不都有。俺、啊、想啥？搁俺一般点的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比你好条件咱老差点，比你那老条件咱强还多。就那可高兴可高兴。你。这个资金你还有工人，还在你这做生意周转的这钱，你一点周转不拿到了，你一会儿你都做单了，你手得宽着了吧，你弄啥俺都可高兴了。不是说不要你买，叫你买要就不需要，那把俺俩又都住又吃了又花又穿的都妥了，还想啥？咱那老街坊谁都在那个谁的那把俺俩谁也不得那吧？谁也没能过得好。你也没有了，我都有了。妈妈开心都好。嗯，我都可开心。我那光光兜里些，都过时间的那四个。嗯，我可开心。反正我需要的东西我都有了。金的，玉的，翡翠的。整个脚不不要不要不要。就这，我都齐了。还有几个手镯啊，妈妈？还有几个手串，还有个姨奶奶啊，你那啥给我买的那珠珠嘞啊，这个也好看，这个紫罗兰的那这是，可紫罗兰的，人家几个人都说值几千块钱。爸爸妈妈，我跟你说，牛都是想让能过得更好。然后嘞，这个房嘞，那也别先一口否决我先去看看，要真有合适嘞，中不中？不合适喽，千万别说。不合适喽，我都听着那话，不买。别买。啊。那恁别这，他说的，说我明个走路，这房跟恁哥俺爸恁家住。嗯。我恁这房恁买喽，谁来谁买喽？我说恁这房俺不住。咋了？恁弟弟这边有房俺不住，俺就住恁那，恁弟不说啊？啊，家里恁不住，我跟恁哥不住，俺咋了啊？怕恁弟就这说嘞。俺把咱俩考虑了周到，主要是不想让俺姊妹几个生气。啊，你先让恁妹咋都给我说，妈你别管了，我啥时候走喽？这房给俺爸恁俩就住了，我都不要了。我说你房俺住，俺能去住。你说你不要，那不中。谁的产业是谁的？恁把俺俩住中，俺谁也不落那产业。我那个产业没个，不是说我怕生气。那谁有能耐？谁知道产业？谁拿住？哎，不是说那人不会说，只看我挣东西嘛。哎呀，俺姊妹几个不会因为挣不会因为钱生气。一个挣不说，怕那你买个别墅，恁妹那儿有房，恁二妹吧一想想去上哪拿住？俺弟往哪儿买的房？俺弟那房可好？我买的房叫恁去住，恁不去住。啊，俺姐姐、俺妹妹买了房，恁都去住。这干嘛？咋俺对恁那娃？那不给家住，你啥时候再想到？嗯，好。那弟弟是一个，那把俺俩哥好不好也好。嗯。那你不能说，恁说咋了都在挨住恁那人，那买了再好干哥，我心里头俺知道，都怕恁弟弟别个跟恁闹矛盾。俺说呀，你看俺姐姐、俺妹妹买了房子都上到哪住？啊，那不给家住，啊，给俺俺俩对恁不好啊。你我这两天去看看房，只要有合适的，恁俩都吐口。要是没合适的，我听恁的话，不买了，中不中？中。找在那门口附近的，就不让俺把恁俩离远，中不中？这附近要是找着有合适的，我又打来那种，我看中叫恁爷一块儿去看看。然后恁要说，这个房不中，离家远，那把俺俩不去，我不买，你放心吧，爸，我不让俺妈恁俩生气，也不让恁俩是因为。俺不想上班，不上班，给咱老街坊。老街坊，你出门都认得，出来说说话话。你要上大小区吧，到底谁也不认得，没得去。你待一会儿暖了，待一会儿。适应了，不适应。中，我听着呢，都在说吧呢，中不中？哎，我都看在附近门口了，中不中？我看到我就带恁一块儿去，恁相中了我都买。
你要说想不中不中，那我就不买，中不中？好，那咱都多少说了啊，好，嗯。